中国有机化妆品 Skin Food 丝肌肤入驻纽约法拉盛，不要吃，让给肌肤吧。用美味食物为主要原料研制护肤及彩妆产品的韩国公司丝肌肤，除了纽约曼哈顿，丝肌肤现在也可以在纽约法拉盛与大众见面了。미국화장품업계에서는이제어떻게설명을하냐면한국화장품은이제미국에나오는화장품보다17년가까이앞서간다고얘기를할정도로한국화장품이굉장히발전돼있습니다为了让皮肤又健康又充满活力，连食材也让给了皮肤。这家美食护肤主义化妆品品牌今年迎来了第十周年。丝肌肤在中国大陆有大约300家分店，不光在韩国，在中国也很红。우리가쉽게먹는음식재료들을원료로사용을해서저희가이제화장품을만들었기때문에이제보다안전하고보다피부에잘오고또저희브랜드이미지가중국분들한테는특히잘반응을하는것같습니다护肤、保湿、护发、彩妆、男用化妆品等等，这里提供很多各式各样的美妆产品，绿菜花、红豆、大米等等，将各种食材运用在化妆品里面，对顾客来说十分新鲜有趣。블랙슈거마스크를이제히트로저희가다양한마스크가나왔습니다허니마스크알로에마스크젤리마스크那么法拉盛这家分店跟其他分店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提供丝肌肤独有的健康指甲油，可以一边护肤一边护理指甲，这里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受人瞩目。新唐人记者朴佑映纽约法拉盛报道。